一起搬出来。这个是我的药。药。是药。药，一起搬出来。我打扫一下卫生间。对，一起搬出来。这个怎么掉了？啊，掉了。这样子解吧。这样解吧，那个还是你妈妈给我的那个牛奶嘞。那个搬那边了，那个放那边了，这个放这边来了，这边了，不用搬那么远了。这个，哎呀，搬这边，放这边可以了。对，柚子，拿过这边来，拿到这边来，灰灰，这拿这边可以了。OK。搬出来了。我先把那个拖干净点啊，不要纸箱了，全部拿出来，一包包放那里。对，像超市那样了，灰灰。一路吃一路帮我搬了，灰灰。牛奶不用了，牛奶沉香拿出来。牛奶沉香放上面，牛奶。哦，这样放可以，这样放可以，这样放也不好，也好看，好。好的，这个是牛奶啊。放好这里。好的。那是海苔是吧？棒棒糖你们不吃啊？不吃棒棒糖，不吃棒棒糖是吧？我也喜欢吃。你喜欢吃棒棒糖啊？棒棒糖放上面这里好看一点啊！哦，好。对，沉香了，放上面。没有什么东西搬了不？哦，柚子放下面的，含一个呢。自己放在下面去。好 ，OK。我们有一把剪刀了，看到没有？哪个用这把？帮我开这把剪刀出来。你看这把剪刀，你看，也是阿姨买给你们的。她说那个。你会不会开剪刀出来？是我们的。对，是你们以后。我的。你开，帮我开出来嘞。我的剪刀呢？没有啊，以后我们是拿来给你们专门拿来剪那个东西的。阿姨说。我想要。要以后我要叫阿姨再买一把给你，好不好？是我的，我也想要。我现在想要。没有啊，我先放在这里先，我要剪东西吃了以后啊，我叫阿姨再买两把给你们。是我的。啊，一个一把。我想要。这个、你要吃这个啦、嗯、好的 你自己开啊，我咋不开，你这不开不了啊、嗯、没不可能吧，不开啊，哇开不了啊、嗯、啊，这油锅帮你煎一刀给他、哎、油锅帮我煎一刀给他，油锅开，哇这个哇，啊这是什么？沙琪玛。哦，啊，放哪里？放上面这里，放这里。哎，对，还有不？你不打不开吗？我想要剪刀，剪刀在这里剪呢。哇，这你撕开可以了。这个是阿姨寄来的那个手那个石手巾，就跟你们擦嘴巴了以后，你们吃了以后放上面去，成包。这是那个了，擦嘴巴了。放上面去吧，放去成，啊对，啊对，放上面去吧，啊放上面去，对，这个是擦嘴巴的，这个，他说你们以后吃东西要擦手，他说，看到没有？嗯。哇，这个小架子还装不完嘞，哦哟，难搞嘞。搭起来。哇。还能搭的哦。这个以后你们拿擦嘴擦手的，吃完东西以后，这个坚果沉香放了，不要拿出来了，沉香放了，放哪里去？对了，还一边，还有一边，这边，好，看看，就看看是开，得了，好了，OK 了。
可以撕了，这可以撕开了，拿手来。哦，这里还有一箱哦，两箱哦，坚果那么多哦，两箱。这个放哪？放哪了？这个？嗯，来来来，你把它剪，喂，你把它剪平去。两箱坚果，来。要喝奶啊？一个喝奶，一个喝饮料。醉了。啊？喝醉了。喝醉了？那个怎么喝的醉的？辛苦了啊、哦！两个辛苦了啊、哦。嗨，你想跑去哪里去？我要在外面看一看。外面看什么？这里没有外面没有阳光啦、啊，今天啦、啊，刚刚下雨。